对啊，走去便利商店吃之类的啊，或者是看有什么宵夜，我们这边还蛮多宵夜可以吃。啊，六 C 啊，六 C。算多点打球，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去吃东西，但是临时说要打球这样子，本来是没有打的，所以脚下面痘痘啦。那个 IG 拍多少次才进球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一定要讲。以后如果有机会，我再开这个打球的直播，好不好？不要说什么我骗你们，什么拍了好几次之类的。我真的很强，我没骗你们，我真的很强。你们自己去问丁特，你们问丁特我打球强不强？相信他应该是不会说谎的。我相信他是不会说谎的。我到时候干，我真的开直播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胡乱，我绝对让你们目瞪口呆。他说还好，屁咧，他最好是马上问就问得到啦。丁特不强不强，你们自己问他啦，你们自己问他，这个不好说啦。这种东西自己讲比较没有说服力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自己去问。火物是不是可以放在第三格？应该都可以啦，没差啦。好，这一关呢，开红铃，加这个，一 C。他的强度问我，他蛮准的啦，他还蛮准的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这个回答你们满意吗？那我的强度你们自己去问他。好不好？我是速度还是准度？兼具，兼具。我没有说我到真的很厉害那种程度啊，但是我觉得比一般人，应该说我是以前有在练，有练过的啦，好不好？以前真的有练过的啦。暴扣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摸到板而已啦。我以前很爱篮球啊，我现在还是都在看 NBA 什么的啊。我对篮球还是很有爱的，好不好？ Cross over 基本功吧，各位，不要开玩笑了， Cross over 基本功吧。神族队长，我有用那个火北打，你可以用火北打看看。那全我成就，我目前觉得哇，这个夏娃队好像有点简单。下次我开台啦，不过我们都打半夜的，我们都打那种半夜就是一两点的那种，两三点的，因为比较没人了。如果你们那个时候还没睡的话，我再开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打到七康顿这里哈。七康顿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觉得，开个这个。哎，刚好哎，完美。我有开 Ri 的球衣队啊，我有啊。下次我答应你们，我下次一定开直播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这边要把顺畅模式弄掉，等一下要开龙科，切水果切起来，
改成正常哈、哦。记得不要手消木珠。然后第三关，第等到 CD 的时候开这个减伤 90%， 减伤 90%。然后这一回合开龙科，哦，这一回合的话开三太子、红绫，哦。来切起来，啊，断掉了。啊，完了，真的老了，真的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好，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的话，我们开红绫还有一回合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开这个，然后开始转。好啦，这样子就过了。我觉得红绫超简单，超级简单。啊，你如果说没有太子可以挡的话，你也可以换破宫前盾的龙科，或者是换张飞挡那个先攻，也挡那个宫前也可以。张飞也是有减伤 60%， 都可以。